五月才晋升为三宝妈的昆凌，产后身材恢复的超好，火速的就上工参加各种活动。虽然工作繁忙的她，仍时常会透过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生活点滴。今日她就在社群上晒出好友的合照，文内写下温馨的晚餐聚会，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。照片中可以看见一字排开都是大咖演员，包括桂纶镁、陈柏霖、周兴哲、杨乃文、9M88 OZ， 最后掌镜人徐伟宁，让看到的网友们纷纷喊太狂，在留言区惊叹一片，这组合也太强大，这阵容梦幻到脸都像 P 的。但又有网友歪楼问周杰伦的行踪，表示去做工还没有回来吗？